Amber 陈伟。那第一套服装呢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那件喇叭裤，因为它非常的合身，但是呢，它其实在裤子上面它有做一些线条，所以让我看起来非常的修身。闹了一个非常好笑的笑话，就是我把正反面穿错。那通常背心呢，通常都是前面是圆领的嘛。那我把它穿到前面去，可是心想说，哎，怎么那么露，怎么拉那么低？然后原来是呢，就是我穿反了。然后我想说，哦，原来就是如果说我家里面觉得肩膀就是怪怪的那种背心，其实都可能都是我穿错了。而且我觉得那颜色呢，在夏天来讲呢，都非常的耀眼而且可爱。所以我就是第二套衣服呢，我非常喜欢那个贴身的背心洋装。第三套服装呢，我喜欢两样单品，就是第一套呢，就是我身上的衬衫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透明衬衫可以很方便的穿搭，它可能里面可以搭背心，然后里面也可以搭一个T 恤，然后就是牛仔裤什么都可以，看起来很有造型，都蛮好搭的。然后第二个配件呢，就是我的那个外套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夏天你会觉得很热，但是你到了室内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冷，然后这时候呢，如果你搭一件流行的外套，其实呢在整体的造型搭配上面都看起来很抢眼。谢谢。